Stella 飲茶。爸，佢做小型工程嘅。係啊係啊。幾時註冊啊？嚇！我係話你幾時去屋宇署註冊做合資格嘅小型工程承建商啊？無論係自雇從業員，亦或係工程公司，都必須向屋宇署註冊，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，先至可以做小型工程。佢飲完茶就會去註冊噶啦。係咯，註咗冊就合資格嚟我屋企換咗啲鋁窗佢咯。你註冊咗未啊？